看完了。现在。哇，是良心耶！就是都卖很贵那一间呢、啊，就是都抢劫那一间呢、啊，就卖很贵，所以他的名字就告诉你他会抢劫，就没有良心啊！对啊，还是无良心哦、喔。通常说他有良心，通常都是不会有良心的。这爆炸贵嘞！